你好，今天晚上你看，今天晚上我有一点儿不舒服，我肚子疼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吃坏了。吃坏了什么东西？是我自己做的菜。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厨师。看，看一下。这是我刚做的菜，我不知道是意大利的还是比利时的菜，可是我能说是卢卡的菜。我不太喜欢做饭，那不是真的。我不太喜欢在这儿做饭。我住在一个大学的宿舍，我住在3层，住在3层的人很多。有差不多20个人，可是我们的厨房很小，也很旧。在我宿舍的厨房做饭真的不好玩，因为我的厨房又小又不方便，我做的菜很简单，很简单的菜，不见得很好吃。我说对了，我说对了。可是这个学期的菜比上个学期的菜对身体好多了。上个学期我吃了很多披萨饼和薯条，也吃了很多方便面，他们，这个菜对身体很不好。好，再见。